罗家恒，我发现你小心思挺多呀。之前追女孩的时候没少用吧？你可是我追的第一个女孩。谁信呢？我可听柱子说，你心里还有个女孩，想不承认？老实交代。如果她的心脏是星星的。你笑笑，真是在不该琢磨的时候瞎琢磨。有什么事，非要见面说。这是录音里面提到的时间胶囊，就埋在这儿。嘉恒，你跟星星到底是怎么认识的？他出事的那天你是不是也在？这些事情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你能告诉我吗？我解释不了。如果我说我跟夏远清从来没有见过面，你相信吗？我不信。你必须要给我解释解释。不信就算了。嘉恒，最近到底出什么事情了？你可以跟我说的。没有事情。嘉恒，来。这次多亏了你提供了袁一文假财务报表的证据，不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起诉他。只不过袁一文没有拿假的财务报表去银行申请贷款，要不然他早该被抓了，也不能等到现在。你们这个袁总虽然人品不好，但是智商却不低啊，做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的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们还真是很难抓到他的把柄。你怎么了？我去见他了。你不是说不去见他吗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。我们两个毕竟有过一个孩子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出趟差。出差？忘了带点东西吧。原来你早就发现了。这么多姑娘，这么多杯子，这么多花。这不是你最珍贵的东西吗？哈哈哈哈哈哈。
我终于想明白了，为什么你一直揪着我不放。我以前确实想揪着你不放，但现在不是了。这才是好姑娘，往前看，以后跟孩子好好生活。她没了。 其实，我给你和孩子留了一笔钱，等他出生后，可以让你带着他去看极光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你早干嘛去了？袁一文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。 我无数次的幻想过，我们一家三口幸福的样子。我多么的希望你说的这些全部都是真的，但是我没等着，也等不到。 袁一文，谢谢你。应该说谢谢的是我，我的谢谢和你的不一样。我谢谢你教会我成长。 袁一文，再见，一路平安，千万别误解。